今天是一年一度的元旦晒团子活动，奶爸奶妈早早的就把场地布置好，然后准时带着我们的小团子们来给大家送温暖送祝福来了。首先是太阳产房这边有6只熊猫宝宝给大家送祝福，祝大家新年快乐。为了防止宝宝们乱跑，奶爸奶妈准备好了杀手锏，可爱的宝宝抱着奶瓶就躺在地上蹲蹲的就吃了起来。之后我们来到了月亮产房，奶爸奶妈也陆续抱着宝宝们出来亮相，因为今天天气有点冷，有两只小一点的宝宝没有抱出来，但不影响这浓浓的新年气氛。小团子们异常活泼，奶爸都快抱不住了。等奶爸奶妈带着小团子们送完祝福，就是他们自己玩耍的时间，一放到地上就各玩各的，有爬架子的，有钻筐的，还有追人的，场面一度失控，但是又好玩又可爱，真的太治愈了。